三角，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《黑暗灵魂三》。出发之前，我想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怎么快速练到30等的。首先呢，萤火是用这个洛克里斯的高墙。直播最后我在练的时候，我是一路打到下面去，然后在那边跑来跑去等龙烧。那我后来发现这样子没有比较快，这个方法的话大概1分钟可以赚个500的魂。接下来当然是这一只要先打掉。然后摇铃的。然后再吃。然后再吃。之后站在这个窗口，龙就会看到你。然后就会烧起来，确认外面的都死光之后就可以走了。这样子一次大概就是500的魂，然后就会萤火休息重复这样。那我们就开始往波尔多前进吧。电梯就直接踩进去了，我2000灵魂都这样没了。哦，对对对，我还发现一招，就是如果拿的是细剑的话，按住盾牌，然后这样戳，可以一边防御一边攻击。其他武器好像不行，这是细剑不错的地方。犹豫了要不要跳，想说不用。这块买多少啊？我买二手的，买了1000，我要被攻击了。买1100吧，还是1200？可以多人，如果有要求的话，好像可以搭人家来帮忙。对，要保留体力，要保留体力。
气的时候，我是不是可以钻到他侧面去打他？感觉好像不会中哎、欸，说不定反而是那时候最好打哦、喔。来试试看，来试试看，运气好一点，上手再轻一些了。锁定！呀！等一下，让我锁定，我忘记锁定了。容易耶，要趁他喷气的时候冲过去砍他。3000灵魂哦，3000，我现在好像已经不能干嘛了。记得我现在因为，对啊，所需灵魂已经要到5915了。为什么要闹？我终于打赢了，哇，好棒哦！哦。喜欢的话可以帮忙按个喜欢，分享出去，订阅青鸟熊频道，获得最新的影片资讯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拜拜。